健康一身轻，越看越年轻。来，周日评说，咱们现在开讲。吃不见饭，说不清话，够闹心吧？我说的其实是件小事儿啊，那就是口腔溃疡。可是这口腔溃疡呢，要是像韭菜似的，是一茬接一茬，总也不爱好，是不是更让人闹心呢？一到这个季节，我这口腔溃疡就跟韭菜似的，长了一茬又一茬，专挑舌头上长，每天都荡漾在舌头溃疡碰到牙齿的酸爽中。口腔溃疡了。我的口腔溃疡是特别有诗意啊，野火烧不尽，是春风吹又生啊，连绵不断的就在我嘴唇里此起彼伏的，疼得我呀都不敢抿嘴。有谁经历过烂嘴，从这边烂到这边，然后一烂就是一个多月的历程呢？我就是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都很尴尬，我怕被别人看到，然后以为我这里是嘴角吃东西没擦干净，然后就流成这样子了。又到了每次吃饭嘴角都出血的季节了，嘴角溃疡真是太难了，关键还一茬接一茬的没完没了，秋膘是贴不了了，我都怕这老破老破会不会就变成口腔癌啊。咱们不少网友呢很担心，说这种韭菜式的口腔溃疡会不会摊上大事儿啊。家住吉林的吴女士年近六旬，从两个月前她的舌头左侧边缘开始出现溃疡溃烂，也不疼，她以为是口腔溃疡，就自己买了些消炎药吃，没想到溃疡的范围越来越大，长到了直径有两厘米大小，这令吴女士寝食难安。她赶紧到医院检查，最终被确诊为舌癌。医生说口腔中的恶性肿瘤除了舌癌还有口咽癌、唇癌等，这些口腔癌和口腔溃疡都很像。口腔溃疡和口腔癌呀，完全两个不搭边的疾病，所以说呢，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不用担心，说的我这反复的口腔溃疡能不能出现口腔癌呀？啊，它是两种疾病。要是口腔癌的话吧，它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变化，癌症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局部它是不会好的。所以说呢，地方不变，它长时间是不会变的。而口腔溃疡，我们是时好时犯，这个地方好了，别的地方又产生了。第二，口腔癌呀，一般的来说是不会疼的，而这个口腔溃疡表现就是疼。口腔溃疡啊，一般局部啊是软的，要是口腔癌的话一般是局部是硬的。咱们网友比喻挺形象，这种一茬又一茬的前赴后继的韭菜事儿的口腔溃疡，为什么这个季节这么高发呢？临床上最近这一类的病人也很苦恼。那么口腔溃疡呢，经常总在这个地方来起啊，好了坏，坏了好，它可能是和体内的某些脏器的一些的功能上的改变有一些联系。口腔溃疡总挑一个地方起，一起就没完没了的。三位朋友，韭菜式的口腔溃疡，那该怎么解决呢？胡老师啊，还有一个问题想先问问他们。我先问问这三位朋友，他们的口中的气味有没有变化呀？嘴里还老有种酸味，我都感觉是不是我味觉失灵了。嘴里确实老有种苦味，喝水跟吃药似的，现在真是吃嘛嘛不香，还没法清楚。最近反反复复溃疡还口臭，冲我家狗说话他都绕着我走，真成狗不理了。有说嘴里发苦的，有说发酸的，还有说口臭的。谷老师，您是怎么想到说问他们嘴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呢？中医的理论来说，特殊口味的出现会反映出体内的不同的脏腑的一些功能的改变。所以说呢，口腔溃疡红肿热痛这属于火，那么我们就看看他这五脏六腑的哪一脏腑的火热表现出来了。咱们把这个三位朋友的名字先挡上啊，咱们大家伙呢就是盲猜啊。第一种，舌尖上的韭菜式的溃疡对应的应该是啥味儿？苦味吗？会不会什么酸呢？它应该是苦味。对上了，对上了啊。舌头上的韭菜式的口腔溃疡，然后还口苦，大伙想到没想到能是啥呢？心里苦啊，心火吗？心开窍于舌，那舌头的很多的问题，中医呢责之于心。如果要是心有心火了，表现在舌头上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种舌头反复的溃疡，啊，出现红肿热痛的这种情况，一般是心火。五味对五脏来说，酸苦甘辛咸对应的是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，那么苦味一般的对应着心。那么就是说，心火
这个味道就是苦的。这个心火旺还不光觉得这个苦，还有不少其他的症状呢。郭老师那原创的那一首顺口溜诗就出来了：眼长赤，嘴起泡，尿黄尿，睡不着觉。对呀、啊，舌尖上的韭菜式溃疡还伴有口苦，多是心火盛的表现。要想灭了这个心火呢，古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小锦囊。古人想到的一个泄心火的一个办法，这叫导赤散。哎，这个方子呢，各六颗就足够了。这是一天的量，然后呢，煮水吃一周差不多，黄尿啊就会变淡。心火盛引起的舌尖上的韭菜式溃疡的朋友，不妨试一试啊，这个成方叫导赤散。那第二类长在嘴唇里边的这个韭菜式口腔溃疡又是什么情况呢？我的口腔溃疡是特别有诗意啊，野火烧不尽是春风吹又生啊，连绵不断的就在我嘴唇里此起彼伏的，疼得我呀都不敢抿嘴。上嘴唇里长了个溃疡，疼得我现在都不敢抿嘴，补口红的时候多少有点尴尬，一抿嘴简直是火星撞地球那种刺激。唇齿相依，吃饭的时候都碰着都疼、那咱们现在还剩一个酸和一个臭嘛，这个味道哈，咱们先来把味道先对应起来。这个呢，一般的来说呢，口味就变酸，口味是酸的，这样的人呢，往往嘴里边有溃疡。我的口腔溃疡连绵不断的就在我嘴唇里此起彼伏的，嘴里还老有种酸味，嘴里总有酸酸的味道，嘴唇里边还起泡，脾气也不咋好，经常口干眼睛干，这一天天可太难了。嘴唇里边有韭菜式的溃疡哈、啊，还嘴里总是感觉有这个酸味。你看我们互动平台的朋友都会抢答了，说这个酸呢对应的是肝，是不是说是肝火比较旺呢？这一类的朋友往往是肝火比较旺，火热之邪导致的一些溃疡、破溃、肿烂，一般的这叫热腐成脓。所以说呢，邪热太盛了，就会导致局部的破溃，而且呢，这个肝经的循行部位在口唇之内环绕，所以说这么一来的话呢，它就容易出现口唇内的溃疡。肝火旺的人呢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周围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表现。点火就着，往往呢还有什么呢，眼睛干痛红都有啊，眼睛不舒服，因为肝开窍于目嘛。嘴唇里边长韭菜式的溃疡，嘴里边发酸，多是肝火盛表现。那这个肝火又该咋灭呢？来，广告之后健康一身轻周日评说，咱们继续分解。健康一身轻，下节更精彩。老妈前两天和我说话，问我是不是吃榴莲了，为啥口这么臭，不但口臭，嘴角还老起溃疡。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，我们该怎么来调理一下呢？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，爱肺行动健康中国，辽宁都市频道携手中药补肺丸、成大方圆、国大药房等全省17家主流连锁，共同发起爱肺行动第5季肺健康公益型活动。如果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被慢阻肺、肺气肿、肺心病、慢性支气管炎、过敏性哮喘等各类肺部疾病困扰，现在拨打电话400-166-4699报名，凭借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和 X 光片，就有机会免费获赠价值129元爱肺礼包。下面是爱肺知识问答时间。我们上一期的问题是，慢阻肺患者的痰液颜色性状一般是 A 白色粘液状， B 清澈透明状，有请国大药房特约中医师耿天意为我们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慢阻肺的病人在病情平稳的时候也可以出现咳嗽有痰，这个时候的痰液颜色呢是白色泡沫样的痰。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也来喽，请听题。晚间睡眠的时候，以下哪种姿势不利于肺部健康？ A 张口， B 闭口。发送您的答案到健康一身轻微信公众号后台，每天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观众中随机抽取5人，赠送由中药补肺丸提供的价值198元的健康礼品一份。下期见。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，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健康一身轻周日评说。上一节咱们说了啊，嘴唇里边长韭菜式的溃疡，嘴里边还发酸了，多是肝火盛的表现。那这个肝火又该怎么灭掉呢？丹子逍遥丸呢，也叫丹子逍遥散，最开始它是个散剂，从逍遥散出来的，散者散也，让你憋的这个肝气呀、啊、
散出来。逍遥散的基础上加上牡丹皮和栀子这两味药，栀子呢清三焦之热，清淤火淤热，丹皮呢是清热凉血，所以说呢这个呢一个入气一个入血，气血两清。那么现代人呢一般的吃散剂啊不太方便，所以说呢厂家一般的又把这个散剂做成个丸剂和丹子逍遥丸。丹子逍遥丸呢现在呢有成药加味逍遥丸，记住加味逍遥丸呢加上的这个两味药就是丹皮和栀子，是清热的药。那这个加味逍遥丸它是个成药啊，咱们是不是按说明吃就可以了？哎，这个药呢就按照说明书吃就行了。吃多长时间啊？加味逍遥丸得吃一周到两周啊，这个药呢也不宜吃的时间过长，吃的过长的话呢那就容易伤人了。第二类嘴唇里边的韭菜式溃疡，嘴里边还总发酸的根儿咱们也找着了，都是肝火盛引起的嘛，这单支逍遥散咱们可以试一试。那这第三种张不开嘴的，哎，嘴角边韭菜式的溃疡，这可挺闹心。又到了每次吃饭嘴角都出血的季节了，嘴角溃疡真是太难了，关键还一茬切一茬的没完没了，最近反反复复烂嘴角还口臭，冲我家狗说话它都绕着我走，真成了狗不理了。老妈前两天和我说话，问我是不是吃榴莲了，为啥口这么臭，不但口臭嘴角还老起溃疡，说话吃饭笑都成奢侈了，而且吃点东西就胀肚，也没啥食欲还便秘，这啥情况啊？那大家想想这个口臭啊，一般呢如果要是排出口腔内的细菌所导致的啊，那得到口腔科去治牙，主要呢就是呢上呼吸道这个味道。上呼吸道这个味道其实就是啊我们讲胃热胃火盛啊，那么呢脾胃的功能就不好了，所以说呢吃东西要消化，要不消化的话吞食了变化的一个气味就容易出来。那么呢足阳明胃经啊它循行就循行在口唇边上啊，嘴角边上，那所以说呢，如果这人有胃火邪热，顺着这个经脉循行到嘴角边上，它就容易出现这地方的溃疡。那么胃火盛的话，伴随症状除了口臭之外，会出现牙龈肿痛，严重一点会出现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。另外呢，这个人呢胃热的话，容易胃热伤阴，会出现大便干结的表现。胃火都是咋来的呢？那胃火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，大多数都是吃一些煎炒烹炸，特别是烧烤，哎，这种火热性的进来的多的这种食物，你吃的过多会把你的胃热带出来。这个蟹黄散呢也是中医这个在宋代啊出来的一个名方，具体都是怎么用量呢？栀子两到三颗就行，然后呢藿香和生甘草用五颗，用到十颗的生石膏防风，这个比例大体上符合原方的比例。这个呢是怎么吃呢？这就得煮水了，这是一天的量，煮水，煮水呢先就吃一周就行。冬来风凉腿先知，这不最近有一个新奇的物件啊叫充电棉裤，看见没有，这是把这个电热毯给穿腿上了是吧？啥人腿能怕冷到这个程度呢？天一冷就这两条腿就像两个风扇，呼呼冒风，穿多少层秋裤了也没用，腿就是拔凉拔凉的。还有件更着急的事儿，就是尿急，现在裤子层数多了，我这还总尿急，去哪儿先总找厕所，就怕来不及。一入冬啊，我这个腿是从里往外的凉，我也置办了新装备，充电发热裤，身边不少朋友都管我要了链接。现在啊，晚上别人是给手机充电，我们是给裤子充电。现在我就怕两件事，一个是裤子没电，一个是厕所不好找，吃点东西就爱拉肚，而且特别急，这个冬天真是太难熬了。天冷不冷，我腿比天气预报都准，两条腿冰棍腿，老了不得做毛病啊，不等疼啊，天天焦虑，总感觉心慌气短，啥情况啊？郭老师，您见过充电棉裤吗？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。没有穿着充电棉裤去找你的，可能今年上秋才研发的。那可能是。这种棉裤没见过，穿这种棉裤的人儿你肯定见过。这些朋友哈，他是一个叫冬来风凉腿先知，
这样人呢还有尿急、便急、心慌和心急。哎，这种患者啊，常见到，特别是冬天来了，腿就怕凉的人，冬天就不好过了。方才这个朋友说的还真挺形象的，是吧？双腿冰凉，摸着他就凉，自己感觉也凉。第二呢，直呼冒风，是吧？就像这个腿上呢装了一个风扇似的。那他们是不是阳虚啊？阳气不足，他就怕冷吧？哎，这一类的朋友。表现是在腿，其实原因是在里边。如果要是真要是在外边冻着冻着了，你捂一捂就缓过来了，那没事。如果要是穿的很多，一天到晚这个脚就是凉的，只能说明我们体内产生热产生的少。我们讲阳虚生内寒，除了双腿捂不热哈，三位朋友着急的事不一样。嗯，尿急、大便急，还有心慌的。不同的脏腑各自出现问题了。捂不热的腿凉，原因呢竟还是大不同的。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啊，先说一说第一类腿凉的，他老尿急，能猜出来是哪儿阳虚不？是不是跟肾有关呢？肾阳虚？生活当中都能有那种感受，脚底下一着凉，总往厕所跑，总有尿。所以说呢，中医的理论当中，肾主水，肾中的阳气要充足，开合有度。能管住尿。我就是天冷后双腿像冰棍一样，别人还有秋裤都没穿的，我这暖宝宝都贴满裤子了。尿急上厕所的时候经常掉一地，这还没算完，还总觉得吧全身没劲儿，走走道腿就软一下子。尿频尿急，双腿拔凉，这还不算完，最近起夜上厕所的次数也见长，也没干啥活就腰酸腿软的，还没到退休年纪，也不能躺平啊，该咋办呢？肾阳不足啊，一般我们讲肾主腰脚，古代的这个脚是指现在小腿的意思，这个人腰膝酸软，疲乏无力。而还有一个问题，精神头不足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医讲啊，肾主骨生髓，髓通于脑，这大脑的功能它就不强，思考问题它就慢。尿急型的腿凉啊，多是大伙儿挺熟悉的叫肾阳虚引起的，那又该怎么去调一调呢？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健康一身轻，周日评说见分晓。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，我是都市频道节目主持人楚娟，我是天阳，我是小川。养肺护肺从我做起，这些妙招送给你。良好作息很重要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科学锻炼有一套，步行游泳加慢跑，养护肺健康人人少不了。辽宁都市频道携手中药补肺丸、成大方圆、国大药房等全省十七家核心连锁，共同举办爱肺行动第五季公益活动，樊曼芝哮喘、肺气肿、老咳喘患者拨打电话400-166-4699报名，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价值129元爱肺礼包、止咳贴、南京同仁堂秋梨膏免费送。爱肺行动，健康中国。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。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健康一身轻周日评说。上一节咱们说了啊，尿急型这个腿凉给不少朋友整挺闹心，这个多数呢是大伙儿挺熟悉的肾阳虚引起的，那到底该怎么调一调呢？桂附地黄丸，桂肉桂，附附子，桂附地黄丸有这个成药。桂附地黄丸是在补肾精的同时补肾气，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，一般的吃两周就差不多了。尿急型腿凉多是肾阳不足引起，这类朋友呢，成药桂附地黄丸不妨你试一试。那第二类朋友的腿凉呢，还总爱拉肚子、大便急，这又怎么回事呢？一入冬啊，我这个腿是从里往外的凉，我也置办了新装备，充电发热裤，身边不少朋友都管我要了链接。现在啊，晚上别人是给手机充电，我们是给裤子充电。现在我就怕两件事，一个是裤子没电，一个是厕所不好找，吃点东西就爱拉肚，而且特别急，这个冬天真是太难熬了。最近我这腿就跟装了24小时没关的风扇一样，手也比别人凉。前几天见客户握手，客户都问我是不是刚从外面赶回来，说我辛苦了，我也只好点头应承着。这就完了吗？尴尬的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，开会到一半我就腹胀、闹肚子、跑厕所，大大的囧字儿就写在我的脸上。是不是脾胃不好？脾阳虚？大便不好，肚子叽里咕噜响，然后就得总上厕所，一天得上3-4回厕所，然后呢出去排便都是稀便，
根本就不成形。说从这方面来说呢，我们可以推导出来，这类朋友脾胃功能虚弱，脾主四肢肌肉，四肢上的事儿一般的都折住于脾。另外的话呢，阳虚生内寒，寒往下走，啊，寒生于下，所以说脾阳虚也会出现呢，两个腿比较凉的这种现象。脾阳虚除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些表现以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脾呀是主运化水谷精微物质，也就是说呢，整个消化系统都归脾为主。脾阳不足的话，首先它的功能就下降，而且还寒冷。第一，凉的东西它不敢吃；第二呢，这人不敢吃硬的东西，吃硬的东西不好消化的东西，它胃胀；第三，这样的人不敢吃生的东西，生的东西在我们北方生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偏凉性的。这种腿凉并且这个便急，而且属于这个糖型的，嗯，这类朋友呢他基本脾阳虚没跑了，嗯，对。那这样的朋友咱们怎么帮调一调呢？调理脾阳虚最好的就两味药，干姜啊，温脾散寒的力量非常好。然后呢还得给一个炙甘草，啊，一个好汉三个帮嘛，给他一个帮助。炙甘草是补气药，所以说呢这个两个药在一起配伍，这是一个千古名方，这叫甘草干姜汤。哎，是治疗什么呢？脾阳虚的基础方，各五克就可以，一比一的这个比例是最好的。用多长时间呢？这个两个药煮一起呢一周，一周会感觉肚子暖和，它不胀肚，然后呢慢慢慢慢再吃一周，大便呢能够成型。第二类大便急型的腿凉啊，多是脾阳不足引起的，简单的两味药甘草干姜汤可以尝一尝。这是第三类朋友的情况，还总是感觉心慌，那是啥情况？天冷不冷，我腿比天气预报都准，我也是两条腿冰棍腿，老了不得做毛病啊，不等疼啊，天天焦虑，总感觉心慌气短，啥情况啊？我的腿和天气一起凉了下来，凉下来的呀还有我的生活，晚上失眠，白天心慌气短，遇到点事儿就爱生闷气，这个冬天显得太漫长了。第三类腿凉朋友还有心慌，然后咱们网友总结了，嗯，说这个有失眠的，嗯，胸闷的，气短，爱生闷气的，嗯，说这是哪阳虚了呢？嗯，心慌气短不就心的事儿吗？心阳虚啊。哎，莹莹说的对，心慌气短就是一个心脏部位出现的问题，就是一个心阳虚。另外呢，心主神志啊，心阳要不足了，这个人心情也不会好的，会有心慌、心悸、胸闷、气短，这都是心脏功能不好，心阳不足的一个表现。为什么心阳虚之后了，那腿会凉那么明显？哎，啊，心有一个作用，主血脉。那么心阳虚的话呢，心脏跳动的功能就弱，那么你这个血液输不到全身的力量就弱。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，血液是带着能量的，那么在下边，腿是在最下边，越远越明显，越远越明显，所以说它也会出现较量。那心阳虚是咋来的呢？啊，心阳虚的话呢，一个是遗传的，第二熬夜的人不仅仅是伤阴血呀，更伤阳气，伤心阳啊。中医讲五脏六腑当中是阳中之阳，他晚上必须得休息，他白天活动，阳中之阳就是干这个事儿的。太阳出来它功能是最好，太阳一落山它就应该休息了。心阳一虚并不一定心脏病就出现，只不过是话呢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在下降，下降时间长了它就成器质性疾病了。那给这类心阳虚的朋友们，咱们暖暖腿有没有什么好方法？桂枝和炙甘草相配伍，这叫桂枝甘草汤。桂枝十颗，炙甘草十颗，这个就得煮水喝了，煮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一天一副药这个剂量，然后呢先吃10天，啊，10天左右就可以了。健康一身轻，周日评说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。这正是舌尖上、嘴唇里、嘴角边韭菜式溃疡，原因有不同，分别是心火、肝火、胃火烧太盛，捂不热的腿凉，附带的烦恼也多样。尿急、大便急和心慌，原来是肾阳、脾阳、心阳不够用。不光是腰疼，还串到腿，还串到肩膀，上下起一串啊。他诊断为腰托的这种可能性呢，并不是很大。活跃的腰疼还不是腰托，那是不是挺罕见的？就是这样的腰疼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。很多患者腰腿疼是由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。